the months that I cannot get out of bed. Going back and forth over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but never sent. Wake up and repeat it. I was barely sleeping, swimming in the memories, floating in the deep end. How come you're not still in my head? I got you, got we got too much time on our hands. Oh, used to be so caught up in things we had. I'm not chasing feelings that I don't understand. I'm underwater, but I'm over you. Thought that I'd be good the day I took down all your pictures in my room. How'd it go from easier to ever? 点了教村的炸鸡和芝士球，长大之后第一次点也是回国之前最后一顿炸鸡了。看起来非常香，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奶茶。既然没有手套了，那我就拿手抓吧。以为是个魔术，观看那个礼服圈，你陪我去一下。我要找个洗面奶。你这有什么想买的？瞎逛逛吗？哇，这边。那个光照起来有点就是白里透红的，对，就看不出那种素颜丑陋的感觉、其实是有发烧的感觉。因为我刚刚确认一下素材，视频里的头发真的是非常的油，所以我就决定。哦，这样也很洋，这样也很洋气哦。真的吗？是不是很热？没关系，出去就冷了。是有包袱的。您的包袱是？就是美貌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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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挑战一下这个蘑菇干，二加一，拿不过来，点击神器，没错，草莓干，都怪你骗我进来，害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结果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买。开心开心，很无语，很无语，家人们真的很无语，家人们成无语了，这个打折了，再买一个带回家吧。这个卷刘海真的非常棒，你说我隔离的时候会不会睡不好啊？这打折，怎么买个眼罩啊？给自己找借口。还有这个你，我会不会脖子疼呀？我到时候隔离的时候躺太久了，脖子疼怎么办？也可以坐着啊。哇，这个买一送一。撑好了，还发热呢，哇！你手放到这里试一下，再往上一点。他可能不喜欢我。你看下雪了。哇，我展示一下我的那个 Olivia 的圣诞限定。耶、这不是吗？是庆典，管他呢。管他呢，我就是我说他是圣诞，他就是圣诞。新年快乐！哇，新年快乐！我的妈呀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可是我今天没洗头。没关系了。
那个突然吓我一跳。不要把那个给扔到地上去吧。小心同手。这里人山人海，都是为了拍这个。哇哇！哦，怎么突然没了？结束了。哎呀，没了。哎呀，关灯了，下班了。哦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哦。才刚来哦，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哇，又来了！哦、哇，站在什么位置好呢？嗯，要不站在空调位置上吧。这个，我本来想说让你站到这个顶上，这个跟这个男的一起。那等我一下，是我爬，我先爬上去。先打个飞的上去。你说要在空调外机上是吗？啊，这里啊，确实也不错。那这样反正全部这边都会拍我，应该。当然了。太多了，我们就决定放弃了。你别学我，你不学人精。圣诞主题的毛巾吗？没错，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，你不觉得吗？好圣诞啊 ！Merry Christmas！ 12块钱，很不错，嗯，性价比很高，有点薄吧？够了呀，就一条够了。当然啊。为什么拿着毛巾拍？今天是走搞笑路线。时尚单品，时尚单品，请安。给欧尼请安了。欧尼打个招呼吧。这是隔离用的洗澡包吗？这样子。怎么用啊？然后去洗澡，就装着。你很开心哦。干嘛？Thank you. 咱们说这可能就是我近期的最后一杯 Starbucks 啊。哇，这个红灯的光跟这个真的好配哦。真的。哇，绿色，哇，有病。冰箱都空了，只剩下今天的早餐了。草莓蛋糕，草莓酸奶，支架也都收起来了，所以就用这个视角吧。嗯，好吃。吃完这些，我等一下就要去机场了。草莓，哇，嗯。好好吃哦！不出意外的话，我的圣诞节和元旦应该都在隔离，所以这应该是我近期吃的最后一次甜品了。嗯，
计好了，感觉赚到了，我的天哪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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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了这个酒店非常开心，非常棒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今天的晚餐到底是什么呢？是鱼哎，还不错其实，因为今天真的非常饿了。是藕吧，然后鱼、青菜、茄子，开始炫饭了，家人们，真的饿坏了。今天连不喜欢吃的蔬菜都觉得非常的香。我变了，饿的不行了。但这个汤好像是对嘴喝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什么，好喝。这个鱼真的还挺好吃的，还有青菜。上次买的这个牙刷很好看吧？感觉配色真的超美的，有没有？